当我们讲到权柄这个主题，如果仔细查考，你会发现权柄的字根是从作者这个字来的。换句话说，任何著作的权威，就等于是作者的权威。作者对自己的创作有绝对的权柄，因此我们需要知道圣经的作者是谁。那么，谁是圣经的作者呢？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在这里有很清楚的答案。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，有益于教训、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艺，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 所以，如果你希望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，这一切源头都在圣经里。保罗说：“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。”漠视的希腊文的意思是，由上帝呼气出来的气和灵是同一个字。那意思就是，圣经都是由圣灵呼气而成的。换句话说。 圣经背后的权柄，就是圣灵的权柄，他是真正的作者，他使用各种管道和工具写成圣经，但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圣灵的权柄，也就是上帝自己。所以说，质疑圣经，就等于是质疑上帝。 这里说，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，不只有一部分。有些人会挑出一些他们认为不具权威性的经文。这样做不符合圣经的教导，因为圣灵亲自说，圣经全都是上帝所漠视的，圣经中的一切都是有益的。 所以你不能挑出某一卷书说它是不重要的。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非常重要，雅歌也很重要，拿红书也很重要。不要只注意几段有名的经文，以为只有那些经文才重要，这是错误的想法。如果说你享受装备，就必须。 熟悉整本圣经，这要花很多年的时间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生命要立上加力，就必须默想、研读圣经，并且好好的应用在生活当中。耶稣说，在他的根基上建造，就是听了他的话又去做的人，不只是听而已，而要照着去做才行。 至于我们谈到经文的解释，只有一个人有解释的权柄，那就是作者自己。各位在书房里会看到一些书是我写的，我是作者。对这些书，如果有任何疑问，读者应该来问我才对，因为我最清楚内容。我也许写的不够清楚，但我知道我要讲什么。 如果你想知道某一段经文的含义，就要请教作者。上帝是唯一有权柄解释圣经的人。彼得在《彼得后书》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：“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只有圣灵。” 有权柄来做解释。彼得接着又说：“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，说出上帝的话来。”彼得的意思就是保罗所说的，圣经的权柄和启示来源就是圣灵。你可能会说，很多写圣经的人都很软弱，会犯错，就连圣经里。 也记载了他们种种罪行，我想，这是圣经无误无谬的一个记号，连写圣经的人罪行都记在里面。今天很多人会想办法掩饰罪行，好让自己看起来无可指责，但圣经的作者却不是这样，就连诗篇的主要作者大卫，都把自己。 所犯的重罪，写下来给世人看。既然书写圣经的人会犯错，圣经怎么可能无误无谬呢？在诗篇十二篇六节，有一个很美的答案，很简单的一段经文：诗篇十二篇六节，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。 在泥炉中炼过七次，这描绘了前人炼金属的方法。先造一座泥炉，在里面点火，然后把金属放进去用火炼净。所以这个图像里有三样东西：有一座泥炉是泥造的，用来比喻人；人是器皿，再来是火。 就是圣灵，火可以炼净银子，也就是信息。这就说明了，用会犯错的人做器皿，也能写出权威上帝的启示话语。我再说一遍，尼鲁就是人这个器皿，火就是圣灵，炼净七次的纯银，就是上帝。 纯净的话语，圣经中用七这个数字来比喻两件事：一个是圣灵，一个是完全。借由圣灵而得以完全，所以虽然圣经是由软弱带着罪性的男女来书写，但是他经过了圣灵的火炼净七次，所以是百分之百可信的。 现在我们来想想耶稣对圣经所保持的态度。我们是他的门徒，他是我们的榜样。他是怎么看圣经的？之前看过一节经文，现在再看一次《约翰福音》十章，《约翰福音》十章三十五节。我们只看这一节就好了，《约翰福音》十章三十五节。 耶稣当时正在跟犹太领袖讨论一些事情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若那些承受上帝之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而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”之前已经说过，我要再说一次。耶稣在这里对圣经有两个称呼，从此门徒最常用这两个名称：上帝之道和经。 上帝之道意思是从上帝来的话，不是从人而来，而是从天上，从上帝而来。经则是指记载下来的上帝的话语。上帝说过很多话，并没有全部记载下来，但是记载在圣经里的话，对我们都有很特别的益处。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救恩。 耶稣在这里表达他对圣经的态度。之前我们已经看过了，但是值得再看一次。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简单一句话，完整表达了圣经的权威性。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现在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，之前我们做过了，一起念一遍这句话。 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再说一次，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要记住，上帝要你为刚刚说的话负责，他要你在生活上各方面都接受圣经绝对的权威。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使用圣经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。翻开马太福音第四章。 来看耶稣在旷野四十天，他是怎么对付撒旦的试探。我们要从马太福音三章最后开始看起。马太福音三章最后记在耶稣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。耶稣从水里上来，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，留在他身上。 这一点很重要。圣灵留在他身上，圣灵会在不同的时候降在某些人身上，但他不会一直留在我们身上。在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他就无法停留。但耶稣的言行举止，从不让圣灵担忧，所以圣灵从不离开他。接着，天上传来天父上帝的声音：“这是我的爱子。” 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可能会以为耶稣接下来的日子应该很好过，天父、圣灵和施洗约翰都肯定他，他应该很好过了。但事实却不然。接下来他退到旷野，禁食四十天，受撒旦的试探。所以，不要以为有上帝赐福。 日子就可以一帆风顺，其实啊，可能日子会过得更艰难，因为撒旦最爱抵挡上帝所恩高的人了。在路加福音，我们不翻到那里，路加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但是四十天之后，他靠着圣灵的力量得胜，这是两件不同的事。 一个是受圣灵引导，另一个是靠圣灵得力、靠圣灵行动。耶稣是在面对撒旦的挑战以后，才得以靠圣灵的力量得胜。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，我们必须克服试探和敌对，才能靠圣灵的力量行事。在马太福音四章，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。 首先是企图让耶稣怀疑，撒旦一贯的伎俩就是一开始，他不会马上否认上帝的话，他会提出质疑，让你产生怀疑。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对付教会，他根本不必想别的办法，光用这招就够了。你千万别给他骗了。所以你注意到，撒旦。 对耶稣说的第一件事，马太福音四章三节，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耶稣说：“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”上帝才刚刚从天上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。”但是撒旦想让耶稣质疑他从天父口中听见的话：“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就来个神机证明一下，把石头变成面包。”耶稣却回答他。 经上记者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这里耶稣给撒旦的三个回答，全都出自圣经的同一卷书，就是《生命记》。而耶稣和魔鬼都没有质疑《生命记》这卷书的权威性，那你又何必浪费时间质疑呢？耶稣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面对试探。 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他用圣经的话来抵挡试探，宣告圣经里的话。不要自作聪明，以为你变得过魔鬼，他比你聪明多了，因为在这一行，他待得够久了。什么话，都别想说服他，非得用圣经迎战才可以。 耶稣在每一次的试探都说：“经上说，经上说，经上说，经上说。”当然，撒旦就声东击西，再换一个问题问，因为他辩不过圣经的话，所以别想用自己的想法跟理论来说服撒旦。你只要用圣经的话来回答就可以了。耶稣。 没有犯下夏娃的错误。最初人类是怎么对付撒旦的呢？创世纪三章前面几节说，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，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“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撒旦首先想怎样试探呢？ 让他怀疑，怀疑之后就会不信，然后就是悖逆。千万不要对神心存怀疑。夏娃犯了大错，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聪明来对抗魔鬼，所以他说：“每一棵树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。” 他不大想承认上帝给的限制，可是神规定园中的分别善恶树是不可以吃的，所以他说：“神说分别善恶树，我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我们死。”你看魔鬼怎么回答？蛇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会死，这就是他的手段，先质疑，然后反驳。”从过去的教会历史，我们可以发现。 只要撒旦可以说服神学家和传道人等等这些人来质疑圣经，那么他就有办法使他们否认圣经。千万不要走上那滑溜的下坡道。圣经有绝对的权柄，它是上帝的话语，你要接受，照着去做，用圣经的话来回答魔鬼。 他辩不过上帝的话，《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》，保罗说：“要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上帝的话。”在希腊文中有两个“话”字，一个是 logos，一个是 r i m a logos 是上帝永恒全备的真理 r i m a 是上帝口中说出的话。《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》是用 r i m a 这个字。 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上帝口中说出的话。瑞玛，你遇见魔鬼的时候，要用上帝口中的话抵挡。如果只是把圣经放在书架上，那么它就保护不了你。放在床头也没有用，只有拿来引用，这样才会有效。你要宣告出来给自己听，才会成为一把利剑。 逼退魔鬼，让他无言以对。再看耶稣怎么谈到圣经话语的权威性。前面说过，scripture 这个词是指记载下来的上帝话语。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，耶稣说：“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犹太人所说的律法和先知。” 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圣经，这些律法和先知呢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这里说一点一画，点在希伯来文中是个最小的希伯来字母，而画是字母上的一个弧度。 用来区分类似的字母，这是圣经文字中最小的两个字母。耶稣说：“连这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。”清楚显示，耶稣承认圣经具有绝对的权威。他这里不是指上帝口中说的话，因为一点一画单单指着文字。耶稣。 完全认同圣经文字，有着它绝对的权威性。后来到了耶稣侍奉的尾声时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，他谈到当时的自由派人士，也就是撒都该人，他们不接受整本圣经的权威性，只接受头五卷书的权威性，也就是摩西五经。 他们质疑耶稣对死人复活的教导，向耶稣提出非常诡诈的问题。耶稣是这样回答的：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论到死人复活，上帝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说。 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上帝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请看耶稣怎样应用那节经文。那些话是之前一千四百年由摩西写下来的，是上帝亲口向摩西说的话。但耶稣没有说这是上帝在一千四百年前向摩西说的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他说。 上帝在经上向你们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可见圣经是永远不过时的，它绝不只是人类聪明的记载，那是上帝的智慧。虽然是三千多年前写的，上帝今天仍然用它向你说话。那就是耶稣所了解的圣经的权威性。事实上，耶稣本身也在在。 应验了圣经上的话，新约圣经总共有十八处都提到了耶稣的某件事，应验了圣经的话。耶稣不但相信圣经，不但传讲圣经，他也顺服圣经，他的一生都在实践圣经的话，他的生命有许多不同层面。 我们今天只看到四方面：他的降生、他的生平、他的死和他的复活。圣经记载这四件事都是要应验圣经的话。这四件事最能显示耶稣怎样印证了圣经的权威。反倒新约圣经。 新约圣经的权威性在哪里呢？你会很惊讶地发现，就跟旧约圣经一样，来看两段经文，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，耶稣即将离开世界，他在帮助门徒预备心来接受这个事实。他说。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，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。但保惠师就是圣灵，圣灵又叫保惠师，他也是我们的安慰者。复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可见使徒的著述具有圣灵的权威性。 因为圣灵会做两件事：耶稣没教导的，圣灵会教导；耶稣说过的话，如果门徒忘记，圣灵会提醒他们。所以福音书不是靠人的记忆写下的，而是靠圣灵的真理。约翰福音十六章，呃，十二、十二到十四节，也提到同样的事。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“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。”这里，耶稣打破文法规则，用了具有位格的“他”而不是“他”。我不能详细解释，这太复杂了。但是根据希腊文的文法，耶稣应该用“他”，可是他用“他”，所以。 要知道圣灵不是无生物，他是有位格的。你要知道他是神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事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这里耶稣再说一次。 你所需要但还没得到的教导，会由圣灵来教你。然后他说：“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”下一节说：“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”这里指出圣灵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：他总是。 荣耀耶稣。如果有任何灵恩的彰显不是荣耀耶稣，而是荣耀人，或者是其他的事，就可以肯定那不是来自圣灵，因为圣灵的目的总是荣耀耶稣。接着，让我们来看看上帝的话语。 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主题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这有点像在分析上帝话语的本质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再度用剑来比喻上帝的话。 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所以，上帝的话不是死的，不只是白纸上的黑字，不只是传到人口中的声音。上帝的话是活生生的，不管到哪里都带来生命。上帝的话是活泼有力的。感谢主。 他的话强而有力，胜过撒旦散播的一切谎言。上帝的话是最终的答案，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剖开，实在是很有意思。我不能岔题了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有三部分，就是身心灵。照着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 三位一体的上帝所造的，但只有借着上帝的话，才能分辨灵与魂。只有上帝的话够锐利，能够刺入、剖开人的灵与魂。这很重要。读新约圣经就知道，我们没有时间翻到那里。魂在很多方面。 是和灵敌对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说：“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属灵的事，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万事。”我们一定要学会分辨什么属灵，什么属血气。只有上帝的话能教导我们来分辨。上帝的话，甚至可以剖开骨节与骨髓。圣经的话。 可以剖开任何外科医生或心理医生都无法剖开的人心，只有上帝的话能进入人心的最深处。这里又说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辨明就是仔细分析查看某一件事的本质。 我年轻的时候，有人对我说过一句话。他说：“要记住，当你读圣经时，圣经也在读你。”好，《铁撒罗尼迦前书》讲到，圣经还有另一种功效，《铁撒罗尼迦前书》二章，呃，十三节，保罗写信给铁撒罗尼迦的信徒。 他们对福音的信息反应热烈。为此，我们也不住地感谢上帝，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上帝的道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上帝的道，并且这道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可见圣经能在你身上做什么，是看你怎么接纳它。 如果你只当它是人所传的道，它就发挥不了作用；你不接纳它，它就对你起不了作用。如果你当它是上帝的道，它在你身上就大有功效。读圣经的时候，要花时间对上帝说：“我相信这是你的话，我谦卑领受你的话，求你在我身上各方面动工，包括身心灵。” 我真心相信他。我们来看一段很重要的经文，在彼得后书一章，这段经文对基督徒非常的重要。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，就在句子中间。这位使徒喜欢写长句，我想保罗写的句子最长。 但是彼得也写了一些长句，英文翻译常需要做断句。我们不从头看起，直接来看句子中央。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。这句话实在是太棒了。 彼得说：“上帝透过他无限的大能，已经把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赐给了我们。”你可能会说：“主啊，我好像没有得到，在哪里？”请看下一节，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，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。 上帝怎样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呢？在哪里？就在他的应许里。我很喜欢这句话：他的供应就在他的应许里。请跟我说一遍：他的供应就在他的应许里。所以要透过他的应许才能得到他的供应，因为这些应许中有你所需要的一切。但是，也要借着。 认识耶稣才能得到，因为圣经启示了耶稣。更奇妙的是，圣经这样写，我才敢这样说。借着承受这些应许，我们可以与上帝的性情有分，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。我们需要很小心。 因为有一种教导，我不指名道姓，但你们很多人都知道，这是很流行的教导。主张人只要不断做好事，就可以变成神。有些人应该听过这种教导。我明讲好了，就是新世纪。我以前常用“新世纪”这个词，我说有个新世纪来临了，结果他们窃用这个词。 我只好再想别的词来用，我就改说上帝的国度要在地上建立，耶稣要来建立他的国度。结果他们不喜欢听这个。新世纪这个宗教结合了印度教等等之类的哲学，摩门教也这么教导。他们没有公开这样讲，但也是标榜做好事就可以变成神，这实在是错得一塌糊涂。我讲一个最基本的原因。 上帝不是受造物，我们人是受造物，受造物永远不可能变成非受造物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我们可以与上帝的性情有分，只要我们接受并应用这些应许。<coughs> 我常想到雅各的天梯，你可能记得他做的梦，他一个人在旷野中，头枕在石头上睡着了。 多少人喜欢枕着石头睡觉呢？我以前在苏丹北部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真的用石头当枕头。有一天，我看一个苏丹人睡觉，他拿了一个边缘蛮力的长石块，放在地上，把头枕在上面，然后快乐地进入梦乡。我想是可以枕着石头睡觉，但是你们大概。 都不会喜欢。但是雅各枕着石头睡觉。有个人说：“如果能做雅各那个梦，我也乐意枕着石头睡觉，因为雅各看见一个异象，梦见一座天梯，梯脚在地，梯顶通天，天使在天梯上上下下，耶稣站在梯顶上说话。” 我觉得圣经很像雅各的天梯，每一个应许就像是一级阶梯，每实现一个应许，你就更上一层，最后他就要带你进入天国。所以千万不要冷落你的圣经，这是你得到幸福的关键，是你得到成功的关键。 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。今天我们有很多圣经，大家忙着讨论该用哪一种版本，要不要插图或是注解。要记得，今天世上有无数的人，他们从来没有翻过一本圣经，他们别无选择。也要记得，过去数世纪以来，有多少人。 牺牲了他们自己的性命，为我们保存了这一本圣经，让我们存敬畏的心来看待这本圣经，也让我们尊重圣经，因为上帝借着圣经进入我们的生命。结束这段主题之前，我要简短的讲一件令人兴奋的事，就是。 上帝话语的功效，保罗对铁撒罗尼迦人说：“因为你的信心，它就大有功效。上帝的话在你生命中可以有八种功效。上帝的话能够为你我成就这些事。”请翻到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这节经文我已经会背了。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这是一节很棒的经文。我曾经在北非沙漠医院中躺了一年，当时我得了皮肤病，在那种气候下，医生束手无策。后来说是慢性湿疹。 事实上，直到今天也没有药医。我那时刚成为基督徒，我不断告诉自己：只要有信心，上帝必定医治我。但我接着又说：“可是我没有信心。”我当时正处在约翰·班扬所说的那种绝望泥沼中。我没有信心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一道。 灿烂的光芒射进了幽谷，我想到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：信道是从听道而来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你可以取得，你不用一直缺乏信心。信道是从听上帝的话而来，在你们听到的此时，信心已经进入许多人心中。新约时代，大多数人都是大声读经，连私下读也一样。 比如埃提阿伯的太监坐在车上朗读以赛亚书，虽然他是读给自己听的，但是菲利听见了。大声读经会有特别的功效，因为你听见自己读经，信心就会加增。好，这就是圣经产生的第一个功效，第二个。 是产生新生命。透过圣经，我们得以重生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：“上帝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，好像出熟的果子。”神按照自己的旨意，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？因为这是他的决定。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，回到万有的起初，一切都是上帝的决定。上帝决定为自己创造人类，他决定借着圣经把人带来上帝面前，借着圣经让我们可以认识上帝，成为全新的创造上帝的子民，都是借着上帝的话。 彼得前书也谈到同样的主题。彼得前书一章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：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。怎样洁净自己的心呢？就是顺从真理，不只是听到，还要行道。 顺从真理的结果，就会生出真实的爱。彼得继续说：“你们蒙了重生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。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活泼长存的道进入心中，凭信心接受上帝的话语的种子进入心中而得到重生。这是不能坏的种子。” 所产生的生命也不会朽坏，什么种子就长出什么生命。撒下苹果的种子，不会长出柳成树。什么种子就长出什么生命。上帝的话语不会朽坏，由他而出的生命也不会朽坏。有神性是圣洁永恒的。一旦重生。 接下来就需要营养了。奇妙的是，上帝的话语提供了适合各个属灵阶段所需要的营养。刚刚重生得救的人需要喝灵奶，就是彼得前书二章所说的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，要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爱慕那纯净的灵奶。 叫你们因此见长，一旦重生，就要爱慕上帝的话。今晚这里有很多人可以做见证。重生得救的人要开始读圣经。重生以后，应该是个健康的婴孩，有健康的食欲，要多吃营养的食物。但是长大以后，就需要吃面包。 当撒旦试探耶稣把石头变成面包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，上帝的话不只是奶，也是面包。人长大以后需要吃更多的干粮。圣经中也有干粮，《希伯来书》五章。” 作者写这本书给熟悉圣经的犹太人，他所说的话也是上帝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，因为我们都应该做得更好。他说：“你们光有圣经知识却不好好应用。”我读一下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。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岩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、不能吃干粮的人。他们连最简单的基本真理都消化不了。凡只能吃奶的，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；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。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 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所以要成熟，就要练习分辨。你必须应用出来，练习使用上帝的话，用来分辨所处的情况和所面对的事例。这是成熟的做法。如果你从来没有认真操练、应用并活出上帝的话，你就不会成长，你只能喝奶。 或吃一点点面包，只有不断操练的人，才能吃干粮，也就是经常应用上帝的话，在生活中实践出来。所以，上帝话语的第三个功效是提供属灵的营养，第四个成效是开通悟性。翻到诗篇一百一十九篇，大家很熟悉的一节经文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。 一百三十节。诗人大卫对上帝说：“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所以，上帝的话语一进入心中，就会发出亮光。这跟教育不一样，教育并不是光。受过教育的人，有可能完全处在黑暗里。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。” 受了高等教育，却完全处在黑暗中，直到上帝话语的光照亮我的生命。所以要记得，教育不是光。多年前我在东非教导一些非洲学生，他们一心一意想接受教育。我曾写给他们一张福音单张，说：“你追求教育，但是你找到智慧没有？因为受教育不代表有智慧。” 我还点出一个观念，那就是世界上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受教育的愚妄人所引起的。呃，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，一个小偷，他有可能会偷走火车或者是马车，但是如果教育这个人，他会去偷整条铁路。所以，请记住。 教育有它的用处，但它不是光。有些受高等教育的人反而处在最深的黑暗中。只有让上帝的话语进入，才能照亮他的生命。上帝的话也提供了身体的医治。我亲身经历过他的医治。请翻到诗篇一百零七篇。 我们来读十七到二十节，愚妄人。这些人在别的教会绝对不是我们。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。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受苦是因为生活方式不对呢？很多人来求医治，却没有想到问题是出在自己生活方式不对。 这里说，渔望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，便受苦楚；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，就临近死门。医生救不了他们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。我觉得很多人常常等到太迟了才祷告，死到临头才突然想到，也许祷告会有帮助。上帝这时会怎么做呢？你听。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，他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上帝发出话语的时候，他会做三件事：他拯救，他医治，他释放。上帝因着怜悯而做这三件事：赦罪、拯救、医治疾病、释放人脱离魔鬼的捆绑。这些都能透过他的话来成就。 我根据个人的经验，知道有些人一直在找可以为你按手祷告、使你得医治的牧师。我希望你可以找到。但是很多人来找我祷告，希望得到医治，结果并没有好。后来我对这种现象感到很忧心，呃，因为他们是来找我，而不是来找上帝的。 我告诉你，得医治不需要牧师，只要你接受上帝的话就可以了，因为上帝赐下话语来医治，释放人脱离痛苦。下面是我最喜欢的经文，因为它在我无药可医的时候治了我，《箴言》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。我要用钦定本的圣经，这是我当时所看的版本。我儿。 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他说：“上帝的话可以医治全身。”我当时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七个月，医生不知道怎么治疗。我说：“真希望我有信心。” 能相信上帝会医治我。后来我听到这段经文说“信道是从听道来的”，我开始抱着希望，带着一股新希望翻圣经。但是，我有一个难题：我一直是个哲学家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把简单的事变复杂，所以才被尊为哲学家。我不懂得单纯的看上帝的话。 我读了一个又一个上帝医治的应许，但是我以为他只医治心灵，他不在乎我的身体，反正身体迟早会朽坏死亡的。我的灵啊，当赞美主，因他赦免我一切过犯，医治我一切疾病。这边神说他能医治心灵，但是在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。 这里讲得非常清楚，得着上帝的话语，身体就可以得着医治。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反驳。这里是指身体，全身都得着健康。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“全身都得着良药”。当时我刚好是在医疗队中，我问他们病人怎么服药，他们回答三餐饭后吃药，我就决定这么做。细节不多说。 但往后三四个月内，我每天三餐饭后都把上帝的话当药吃下，结果在气候最差的苏丹环境之下，我的病完全康复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真的有用。我很快再提另外三个上帝话语的功效。下一个是胜过罪和撒旦。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，九汉十一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十一节这里说：“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”今天很多年轻人质疑：“真的可能过纯洁的生活吗？”大多数的教育家都说不可能。 他们建议，所谓的安全性行为其实一点都不安全。但是圣经说，年轻人只要遵行神的话，就可以过纯洁的生活了。感谢上帝，我在教导那些非洲年轻人的时候，看见上帝的应许一再实现，他们切实遵行上帝的话，靠主过着纯洁的生活。 要记住，《马太福音》四章，耶稣被撒旦试探的时候，他只用一项武器来迎战，就是圣经的话。很快看一下《以弗所书》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《以弗所书》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我要告诉做丈夫的，这不是建议，这是命令。 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耶稣如何为自己预备一个圣洁无瑕疵的新娘呢？就是用水借着上帝的话语洗净，神的话洁净我们，让我们成圣。 约翰说：“耶稣是借着水和血而来，不只借着水，也借着宝血。他舍命流血来救赎我们，又用话语的水来洁净我们。两个都需要。我们借着宝血得救赎，借着他的话语得洁净。”最后，雅各说到：“圣经的功效是什么呢？”雅各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说：“圣经是一面属灵的镜子。” 从这面镜子看不出你的外表，却能看出你的内心。雅各说：“当你看着镜子，发现哪里不对劲，自然会赶快整理。头发乱了就梳一梳，脸脏了就洗一洗。照了镜子就要拿出行动，对着上帝话语这面镜子，也需要拿出行动。” 看见灵命哪里不对劲，就要有所行动。最后结束之前，我要做个总结：上帝话语的八个功效，它会产生信心，它是重生的种子，它是属灵的养分，它能开通悟性，它能医治身体，它能使人胜过罪和撒旦，它使人洁净成圣，它也是一面属灵的镜子。 Amen.